新闻创下今年新高。台北热爱心，让我们有请特派记者带我们看一下外面状况如何。天哪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在外面都已经有擦高系数的防晒，为什么还会晒伤晒黑？如何选对防晒？实测防晒力是关键，选择经过实测具有完整防晒系数的产品，防晒力越值得信赖。完整的防晒系数包括防晒强度、防晒广度与防晒均匀度。 SPF 并非防晒系数的唯一指标，选择对长波 UVA 具有防护效果的宽屏防晒，整体防护力才会更好。日常及户外活动都需要做好防晒，才能真正达到防晒黑、防晒伤、防晒老。有了痒痒全效肌肤控油防晒乳，就算再热的天气出外景都能全面防护肌肤。没错，不只是在户外，室内也需要防晒。痒痒的清爽抗 UV 润色隔离乳，就是让办公室同仁在防晒之余，也能随时随地维持自然清透好气色。别忘了随时日常及户外都要防晒哦。